30分钟，威尔逊号游轮就将抵达香港。我们公安部这次搞的这个鹊桥行动，就是为了保证国家水滴工程最为关键点。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，台湾军情部门的特别行动小组人员已经到达了香港。他们的目的不言自明。据我们了解，爱国学者安文山在归国之际。 已经被敌特分子控制，但他的个人研究资料已经转交到数学博士纪丹阳手上。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决保证鹊桥行动的成功，让爱国学者能够完好无损地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哇，太亲切了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现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。 欢迎来到现场，请依次排队通过闸口入关。你到香港做什么？涉及一个商业工程。滞留香港多久啊？5个多月。你是内地人，是不是途经香港回内地？我一直在外国定居，就是来香港工作的。 您是来自塔威市是吗？是。季先生你好，欢迎来香港。我想先试点东西，德月楼的生煎包。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安先生，我是不会认错人的。您姓季，叫季丹阳。 已经盯上我了，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回国。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资料，我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加密，只有你我才能看懂。记住，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，绝不能交给任何人，更不要翻译。
如果码头接头失败，还有第二方案。8:30，到达酒店大堂9:00，左手窗下第三张桌子，会有人在那里和你联系。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，您是来这边会朋友？不，我是来这边公干的。香槟再好，不如家乡的女儿红好。德月楼还有生煎包卖吗？德月楼换地方了，水生记的灌汤包要不要尝尝？我是叶夏，专程来香港接您的。季先生，你是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，漂洋过海回到香港，您的这份爱国之心我们非常钦佩。今天在码头你也看见了，有人对你图谋不轨，你看，其实这儿也是危机重重。8:30，到达酒店大堂9:00。季先生，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你后面看报纸的人他一直在盯着你，还有那边举着酒杯的人，从我进来他们两个一杯酒都没喝，还有吧台那些人全部都有问题。相信我，只有我们紧密合作才能尽快顺利回到内地。先生喝一杯吗？或者可以请你跳支舞。抱歉，你来晚了，他有舞伴。季先生，我们走。你很清楚你包里的东西有多重要，为什么码头有两伙人都在接你，你的行踪，你的接头方式，一切一切都已经暴露了。季先生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都会保护你。走。董队长，我们去哪儿啊？音乐还没停，怎么不跳了？女士，你挡住我们的路了。是吗？去哪儿啊？反正不是去你那边。不管去哪儿，我相信季先生总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，对吗？你知道我？当然。季先生，我是来接你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你们台湾是没人了吗？居然会派你这种人来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拿到情报的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啊，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为什么会出事？这么说你们动了我们中间人，难怪我们的行动会暴露。你们把恩山先生怎么样了？你还真是会贼喊捉贼。季先生，我希望你看清楚现在的局势。你听着，不管你们有多少人，今天谁敢拦着季先生，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。小姐，能请你一起喝杯酒吗？不打扰二位的美好时光了，再见。季先生，来吧，跟我走。
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先到我的房间。我师兄是不是真的出事了？已经很明确了，安山先生被他们控制了。季先生，您别太紧张了，放松点，先喝点水。来，谢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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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住。这个笔记本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。季先生，这中间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？什么问题？我想您确认一下资料的安全。这只是一本黄页，我怕特务万一抢到包，这么做起码会拖延一些时间。季先生，您做得对。那资料现在在哪儿？安全吗？你这么关心资料啊？季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份资料比你我的性命更重要。保护资料我更擅长，把资料放在我这也一定更安全，因为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资料安全送回的。对不起，我现在脑子有点乱。能理解。把资料拿出来，我带你离开这儿，我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，等我。是你，我带你走。你放开我！得罪了季专家。季专家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。
我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我怎么配合？我很了解你。季先生，你刚刚也听到了，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出了事，所以才会走漏了消息。刚才跟你接头的真的是特务，我才是你真正的接头人。你们都这么说，那你刚才甩开他，不证明你也没相信他吗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相信你。那你怎么才能相信我？水生鸡的灌汤包这句暗语已经失效了，接不上头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你现在出去，他们就会要了你的命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刚刚就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我那是在帮你，在保护你。就用这种方式？你听着，除非你拿出证明你身份的证据，不然我现在就走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会放我走，还是会杀了我。你站住！很明显，结果出来了。绑架我，拿到资料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我是可以用生命保护你的人，不信你就试试。季先生，这么危险你干嘛乱跑？资料我拿到了，跟我来，我们走。你真是爱演戏。季专家，我跟你说过，他是特务。季先生，我知道你是被迫的，有我在，他伤不了你。季专家，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，也不会让他把你带走。季先生，你是科学家，祖国需要你，快过来。相信我。看来季先生还是更相信我，你输了。你看，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让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这下你知道了吧？输了就认，但是你还是嫩了点儿。不想季先生出事儿，把枪放下。你要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最后。再有更麻烦，走啊，走啊！你们两个去那边，是下人给我走，是是。
下你知道了吧。你受伤了，我掩护你，快走，走啊！对不起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没能让你信我，是我的失职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回家。这是哪儿？临时安置点。你帮我弄一下。按照原计划，码头接到你就应该过口岸，如果出意外，就把你带到这儿。太相信我了，刚才那种情况我要是再分辨不出来，那我真是读书读傻了。你怎么发现码头见的人有问题的？他的帽子是藏青色的，而真正与我接头的人帽子应该是黑色的。观察够仔细，果然是搞数学的。演算纸上我能算清宇宙运转的规律，但我却算不清人类的谎言与真实。资料丢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找回来，你没事就好。他没拿到资料。队长，嗯，这好像不是我们要找的资料啊。什么？都是一些数学的微分演算题，但题目很刁钻。给我搜。是。这是黑色吗？第一次执行任务，都是情报紧急啊，我看两差不多。这是资料，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。等我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这一路就放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不怕出问题？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或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看来你不像我想的那样。少，这很重要。别紧张，都记清楚了吧？洪细九，他们马上就要过口岸了，密切关注对面的动静，马上报告首长。是。对方发信号了，应该已经在过口岸。看到吉南洋了吗？没看到，应该在闸口排队。预计他们通过闸口要30分钟左右。对，要半个小时。从看到红气球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刻钟，对面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现在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统统眼前的敌人，到最后决胜的时刻，水滴攻城是国之大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鹊桥行动慢得一时才行。别看他。好了吗？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要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资料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我知道你的本事，但他们人多又荷枪实弹的，你怎么应付？如果我喊趴下，你要第一时间抱着资料窝囊，知道？那你呢？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的。都是一条命，我不要你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。概念错了。还有多久？还有5分钟。首长，当年打孟良崮我都没这么紧张过。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沉着冷静才行。是。放轻松，别紧张。好，走吧。你前天过境来香港，这么快就回去？啊，我来香港给单位采买设备。小姐，你的脸色真不好，生病了吗？有点贫血。我也想支持台湾，但你要明白，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某些小目的而得罪他们。你也是才入境香港不久？对。我们得知有一位知名华人专家前天抵达香港，是不是你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们来给单位买设备。谁买设备？啊，一台精准仪，这个是采买凭证。
上面有电话。这台精准仪不在管制名单上。先生，这人对我们很重要，甚至对你们也同样重要。如果他通过口岸，他带走的全部资料会让我们的自由世界受到损害。这里是多福口岸，今天是不是有人在你们的店里购买了一台仪器，大型派精准仪？哦，对，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啊，内地过来的，能证明？我想你是对的，没有人可以损害我们的自由世界。叶小姐，我很高兴认识你。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吗？啊，男的姓李，叫李德华。啊，女的叫庞红梅。好。包。莎士比亚。我大学是英语专业。听写有错误，看来你学的不算好。祝你们好运。谢谢。请你现在马上就下令关闭闸口。不，这不符合规定，但请您放心，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下逃走。我再次请求您马上关闭闸口。好的，来人，长官，留住他。嗯，小姐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站站站，来，站住！我跟你说啊，快点，你别动我事，不能动，让他出去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什么人呢？你这是？同志，请告诉我你的名字。这个时候还问这个？不管今天是死是活，总要记住你的名字。你绝对不会有事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？庞红梅。闪开！紧急情况，关闭闸口。拦住他们！关闭闸口！拦住他们！关闭闸口！闪开！快点闪开！哎，你们！闪开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嗓子怎么了，大夫？他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突然受到外力冲击，导致呼吸暂时受阻，再加上他过度劳累、过度紧张，引起声带受阻发炎，造成的失声。外力冲击造成的失声。报告主任，
香港拦截季丹阳计划失败了。失败？要是在大陆失败尚情有可原，在香港啊，啊？安文山的研究事关当今最先进的潜艇技术，而季丹阳又是顶尖的数学家，你马上就给我查季丹阳到底去哪儿了，水滴工程到底在哪儿进行。你知道西川卢门？我父亲跟我提起过。你的卢门之行呢，是楚怀秋楚公亲自点的将，他需要你的帮助。楚叔叔，白杨同志，你回国之路的艰难也印证了你们这些海外游子那拳拳的报国之心了。决定让你继续执行下一步任务，陪同季丹阳并保护他去卢门。卢门？你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，我们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志暗中协助你一起执行这个任务。是首长。你不会是要跟我一路吧？是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一路上也不会烦你，你干你的事儿，我干我的事儿，咱俩互不干涉。这个笔记本里面都是国家机密，我知道首长让你尽快翻译出来，但不是在这儿，到了龙门之后再说。你觉得这个火车上除了我谁还能看得懂这个笔记本？迪特如果拿到这个东西，那他们一定会找到能看得懂的人，我在这儿的意义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这个笔记本还有你的公文包，暂时交由我保管，下火车再给你。给我，我帮你。不用了，我右手右脚随就行。行，我跟你去。啊，你好，要报纸吗？谢谢。不用谢。同志，要报纸吗？要报纸吗？不要。免责桌，告诉他拿着。别动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小慧啊。啊。哎呦。怎么刚回来呀？这，啊？今天团小组开会，耽误了一会儿。哎呦，我去给你热饭。哎，不用了，爸。嗯，一会儿我自己热，你坐着。来，坐着。哎呦，你这，哎呦，我给你揉揉。嗯，累了一天了，还要给我揉揉，行啊。我看你刚才又揉你的肩膀，你是不是老毛病犯了？嗯、哎呀，什么老毛病？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怎么样，这手法力道还行吗？有长进没？力道行，手法嘛还欠点儿。特勤人员来电，季丹阳的目的地卢门。水滴工程难道也在这儿吗？很有可能，据我们了解，当地电子仪器厂正在扩建，而且工程很大。卢门市公安局局长已经换人了，
新任局长昨日履新。谁啊？公安部张岩。张岩。悄的山